原标题：毛人凤为什么把妻子关进疯人院？这里告诉你原因。有人问毛人凤为什么把妻子关进疯人院，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其中的原因。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夫妻恩爱是世间最美好的感情。可是军统特务笑面虎毛人凤却将为他生育了八个。